间的配合，考验刘伯伦的防守。第二线过来补防的是谢钟荣，今天比赛的第一锅，欢迎光临。吴杰明中距离再来试看看，这边又被夹了下。好，再回到我们的现场，看看一回来之后就看到谢钟荣啊，这个恐怖的地板，从这个角度上应该看得更清楚，整个定在板子上面了、啊。因为这一球其实林晨宇啊，基本上他已经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嘉璇，精彩赛事不错过，也别忘了订阅 SSUTV 哦。